问题二：身上有胎记的人是否一定是天上下来的？是否都是同一层天，还是有不同层的天？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的，因为有些人在天上下来的时候呢，他会被天官呢踢一脚，从掉下来，所以他的臀部会有一个痣。但是有的人呢，是从出生的时候，那些护士看见他出来了，在他这里啪一下，这块痣也会有。我跟大家真的是不是开玩笑，如果你们真的有胎记的人，很多人都是天上下来的。胎记它是长在一个黑点在自己臀部上的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你看见身上这里有黑痣的话，腰上啊，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，就是你更要好好修。这种人一般在事业上啊、前途上啊，都会比较有前途的。你现在明白不明白？明白了，师父，感恩师父。